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邱经理呢？他也来看佩宇啦，毕业生佩宇。好，这个简单的记录。Hello， 邱经理你好。那你啊？佩宇在那里啊？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哎，我们这边5个人。哇，今天真的好多人哦！没想到周六有时候比周五还要热闹。